对，迄个嘛是叫做藏细条，然后两瓜。我现在要讲的是，刚讲到一半，杨秀清老师后来他就是眼睛看不到，然后呢，开始瓜戏是后来才有的，歌仔戏是后来才有的啊，他就开始去听歌仔戏，听一听就把台上的那一个歌仔戏的那一出戏直接融入在他的说唱艺术里面，也就是他一个人呢又说又唱又只差没在台上演啊，就拿着琴这样子来说故事。我就在学习的时候跟我们老师说，老师，我一个人在台上顾一个角色已经很不得了，我要唱歌比动作啊，你这个吼还要一个人顾好几个角色，那三国志里面有几个角色，他就唱几个角色，太厉害了，然后就一把琴这样子。好，那我现在来唱这个就是叫做《胡琴台正邦阿瓜》啦，你们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我现在要双声带，《胡琴台正邦阿瓜》就是苍蝇跟蚊子要打架，然后他们为什么打架？为了一块草吧。后来呢，就把所有的动物都搬出来，大家一起来吵。可是其实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念歌来讲述这些动物的属性啊，他们长什么样子，然后个性是什么，这样子很有趣。那他搜寻杨秀清，然后他做成一个很简单的很阳春的动画，我自己看都每次看都每次笑，这样子可以给小朋友学台语蛮好的。我唱一小段大家来听看看这个不一样的念歌的模式啊。杨老师一起我说瓜戏口白啊，就是有融入口白的部分来做演出这样。胡琴甲蚊仔两只咧冤家啦，吼，为着一块草吧。啊，咱即马来看哪哪冤吼。人讲这个万物啦，拢是有性地。胡琴甲蚊仔也会来起冤家啊，总共一句为着这个生活的关系啦，起到一个问题正大个啦。生活吼，讲起到一个问题，真大个。一个胡琴要起哩，甲草骂哩，讲过来惊着啊，蚊仔会咬。两个讲来冤家起相拍，总共为着这个生活起到家。胡琴啊，胡琴比较大，比较怕虎神，苍蝇，是不是虎神是苍蝇？蚊啊就是蚊子，蚊子是比较瘦，对不对？然后呢，这个胡琴可以较大口背，大口背的意思就是很壮大哈。然后啊，讲哇，我才唔惊蚊啊，你一个嘞。然后即卖蚊啊，蚊子啊，讲想着真冤切，要起人啦，介来冤家啦。即卖胡琴啊。来，我咧惊你啊！来，做你这只蚊啊，你做你来啦！胡琴咧，目睭咧，光灯大哩落哩，我咧唔惊蚊啊，伊咧分啊加贵，无听你一个放狗屁，敢惊你蚊当咧人大堆哩呀！今嘛这个蚊啊，和这个胡琴啊，气到吼，哦，生气啦，吼，用金杯啦，哎呀，蚊啊咧唔冤啦，飞伫咧走哩，讲一群飞狗人家，一朝蚊冻你咧嚼嚼嚼，要抓胡琴咧来念头啊。
唔通呼神蠓啊，人人做一伙啊，唔知影打一个是打一个吼。即嘛就讲蠓啊，去呼神去到真唔甘愿啊，陪你走啦吼，竟然讲陪倒去因家啦，要创啊？去招因家的蠓洞，拢要甲招招出来，要来甲呼神念头，啥叫做念头？呼神的头是不是很大？然后从那里这样给它钻起来，这样念起来，所以叫念头，就至少把那个头摘起来就对了哈。啊，他现在这个蠓仔走转啊，去要去闹人来啊！嘿，好神，坐你遐啉蜜露，啉到真爽快啊！真好，真好，真爽快啦！哇，他现在好神讲看到这个蠓仔到，哦，赶紧这个啊，文武啊，这个双手安尼拳头一拍一拍，啊，哈你去啦！怎解这个蠓仔等在涂骹兜，拍到硬硬好，等在涂骹兜听有无？就是把害的头卡起啊，把它摔在地上了哈。啊，他今晚讲蠓啊啦，啊我蠓啊来也怕死嘞。真的冤枉，哎呀，这个好心的母鸡，这呢啊来啉啊汤的，赶紧来也背到，这蠓啊冻嘞。仙人啊，听有吗？仙人啊，仙人啊，听我的表演拢爱互我考试，听有嘛吼？爸爸，我知你到一个年代，仙人啊，听有吗？听不懂，知道？知道？你不知道对不对？壁虎，壁虎还有分南部跟北部会叫跟不会叫，上网查一下哪里的会叫哦。你这。伊去请送，伊讲吼，即马要去请这个仙翁仔出来。啊，仙翁仔是毋是瘦瘦啊一只？咱不伊虾米厉害？仙翁仔拢专门咧食物件，嘴巴厉害，对不对？哎呀，伊就走去找这个壁虎吼。啊，蠓仔讲飞到这个仙翁仔因家，仙翁仔住伫一个竹筐啊，就是那个竹筒，竹筒里面外面还站了一个小弟，这样子讲，哎。拜托呀，兄哥啊！我吼去有迄个好心啦吼，把我欺负啊！你帮我吼，入去甲仙人啊大哥啦吼，我要来甲伊拜吼，请伊甲我斗三工一下吼。伊讲哦，这个蠓仔飞到这个仙人啊竹筐啊口，车人通报要入来头，为着这个冤仇吼，再来拜吼，拜好了就是拜托他这样子。要甲这个仙人啊大哥碎透了，就是要甲伊讲好清楚。哦，今嘛神人啊，听伊讲，哦，真是是安尼，无紧无紧，啊，我助你一臂之力啊。今嘛这个神人啊，讲听着蠓仔讲，那安尼这个好神啊，文武讲相行通啊，无紧，我助你一臂之力，行行行，啊，两个团行，出这个德公啊洞，要来掠这个好神王啦。好神在看着。这个仙人啊，拄我你讲的吹真厉害，对无？啊，飞悬唔敢跳落来呀、啊！哎呀，今这个仙人啊吹实在是太厉害，今物若是去要卡着就袂用哩啊！仙人啊，看伊哩，伊好神滴，这个两蕊的目睭啊，看甲青银银。好心着惊，阮飞紧紧，哎呀，仙人啊，看甲嘴烂擦擦顶哩。仙人啊，即马讲要来食好心，哎呦，好心着惊，阮飞紧紧，哎呀，即马是吼啊，好心阮愈想愈唔愿啊，好啊，你这个精神，你这只蠓啊嘞，好，目睭你真是要甲恁爸结台湾，我绝对要欺人甲你乱啊，好，要去请一个法度比你搁较大。多谢啊！好心蠓仔歌，有缘大家等去找看卖啊，这篇啊吼，这个融入了口白啊，不然一般他就是会照着四句的方式会一直唱下去，一直唱下去。还有阿吉那里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然后很开心，谢谢英语邀请我来到这边。
可以跟这样大自然唱歌，然后可以唱歌给大家听，是我的福气啊！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到我们宜兰来玩。然后前面这边我的书签跟名片，然后那个书可以搬一下。那那个照片呢，就是高的变为老阿婆的喜外老师。那有看雪观音的，大概可能就会看到有一点好像有他的画面啊，他就是里面的说书人。你有看雪观音吼，我定去看一盖。他就是他很厉害，他眼睛看不到，对不对？可是他是怎么样记的呢？他们里面的导演跟他说这个故事是什么，老师现场就编出来唱，因为他看不到啊，就直接唱整个故事这样子。对，好，谢谢大家，祝大家有。